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店家们可不像好人呐。吃螃蟹吗？你咋么的？王子，要不现在拿个房来，没房子吗？我身上。那看你送过吗？还拿着？好，我现在还觉得那么准哦，我等下看他们弄啥。那不是蛇，那是黄鳝。那黄鳝怎么长得那么像蛇哟？大家没上，就是他了，快来帮忙抓。我不抓，我不抓，你太像蛇了，我怕啊。哎呀，你胆子真小哦。哎呀，我又臭，吃浪费饭衣服了。啊，等一下就可以吃香菜了。哎呀，好安逸啊。你说啥子？那哪里面黄鳝到我身上的？啥子黄鳝了？我才没到的。你还给我装？我说你是哪个？真的不说啊！你看我的手哪里到嘛？我说我去上京的。哦，也是哈。姑娘，你想的怎么样嘛？哎，我气了，气起来都是气。那姑娘长得不咋地，还说我那条像天鹅绒。哼，昨晚跟你说了，我们回去真的不靠谱啊。哎呀，那不是屋头吹风吹得急吗？哎呀，想到这下那不行了，你上新域看看，那上面漂亮小姑娘一抓一大把。啥新域哦？哎，我给你看嘛，现在小姑娘找对象都用那个，打开就能看到附近几百米的单身美女，长相、身材、要啥有啥，多的是漂亮懂事、贤惠大方的。那不比王美和姐都了解差多了呀？那一个个的比小胖还漂亮，是不是真的？人家那个都是经过真人认证的，照片就是本人，身高、年龄、工作，想看啥都看啥。喜欢哪个直接就能语音视频，关键是上面女的多男的少，美女都特别热情，你看那一上线都七八个美女给你打招呼。我上次跟我表哥说了之后，他一个星期就脱单了，你可以点就是他叫下一个试试。早晓得有了新鱼还想啥子新咯，别整成了那些介绍呗。你叫来吃饭吗？等下王子马上弄黄鳝来。不了不了，我走了，我回去试下那个。哎，我把他们都已经到了，不会是没气了吧？我看看。还有气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手就走了。对了，去喊王子和小胖帮忙。王子，小胖，哎，弄完了正好哎，快来吃饭。我过来，快走。那边，那边。哎，我跟你说啥子？你那边爪子，快过来，冷冷的很。嘿，是有点香啊，要得。嗯，可以，那一下子吗？嗯，香啊。好吃多少啊？多嘞。嗯，香啊。